是梁生說服我，是林生說服我。因為我的丈夫呢，他認識了我幾十年，他就認為呢，以我的性格和即由始至終都是希望服務市民呢，他覺得如果我放棄了一個可以繼續為市民服務的機會呢，我往後的日子可能望返轉頭會後悔。另外呢，他亦都是很支持我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。我是很想擺脫這個很打得的形象或者是這個外號，但是很嚴肅說呢，其實民生的工作從來都在我的心裏面。大家都知道我當了三年多的社會福利處處長，在那三年多裏面呢，我是親自深切地體會到香港的弱勢社群是需要政府來到去支持他們。